那今年2016年是伊利的一个品牌元年。那在今年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以一系列的抬头显示器来作为本今年整个伊利公司的一个主力。那在四月份的时候，其实伊利电子我们推出了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产品，就是 Smart HUD 2的抬头显示器。这款显示器呢，是目前全球唯一远距显影的一个抬头显示器。那它跟以往不同的一个以往的传统型的抬头显示器的差异在于，我们是采用新的投影的技术，然后配合胶合玻璃的一个反射，在你的挡风玻璃的前面呈现一个视觉的角度。那这个产品我们希望是提供给驾驶者有一个解决驾驶方案的一个最完善的一个方式。希望说在这个产品我们是搭配把所有的像卫星导航以及像还有一些车身资讯跟一些电脑的一些讯息，让我们可以整合在这个主机里面。那未来所有的行车跟驾驶者，他们可以透过一个车联网的概念，也可以在透过这个主机在行驶驾驶的时候可以更安全，然后也跟科技做一个结合。